我喜欢你啊。 你是一个好女生，我真的不确定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下一段恋情，所以你不要把心思堵在我的身上。那个吻，我们都把它忘了吧。 说完了吗？嗯，说完了。那换我说，王经理，你要喜欢谁那是你的事，你开心你要继续喜欢少熙 ，OK fine，I don't care。所以相对的，我喜欢谁那是我的事情，不管你是失恋了还是其他理由，你都不用管我是不是要继续喜欢你。最后有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。 小乔的吻，就算不是 perfect， 也是 unbelievable 等级起跳。所以，我不允许你忘记。你以后只要忘一次，我就亲一次。你干嘛脱衣服啊？你不要过来哦！你再过来的话，我要掉了。 抵抗啊！可是机会难得，不要矜持，还是象征性的再抵抗一下下。